以后你当妈时发现女儿谈恋爱。小慧呀、啊，干嘛呢呀？晚上去跟妈妈蹦迪的呀？哎，不去，我晚上有约了。你最近怎么总有约的呀？听说晚上那个局可有185寸头体育生、18岁温柔小奶狗、成熟稳重的大叔、满心长头的我爸呀！我不需要，你不需要，我需要的呀！我可走了。明野，我妈去蹦迪了，等一会儿我就下楼来找你。约会去啊？我不是出戏了呀？要不要妈妈帮帮你？直接来家里吧，妈妈给你挑一套衣服的呀。妈，那我走了。等一下呀，你就这么去的呀？啊，怎么了？找男生涂一下的呀。妈妈再给你挑两件衣服的呀，走。妈，这是不是太隆重了呀？没有的呀，走，妈妈带你做个美甲的呀。哎，不用了，他在下面等我好久了。你们进展的不错了吗？别说了，信吗？我要走了，快走的呀，妈妈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呀，知道了呀。明宇，我今天好看吗？好看。你都没看我。我怎么闹诊了？闹诊了？那你努力转转，来，亲这儿。啊来嘛，努力转着嘛，亲这儿。臭小子，敢占我女儿便宜是不是啊？往哪儿亲呢你啊？你有本事，你有本事，往这儿亲呀！